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我们要来这个合这个老人卡，那我们这次打算就是用三张金卡，然后去合，用特殊组合，看有没有机会可以合到这个白金卡，我们就是要来挑战看看。那相当紧张，那我们就直接来合，看能不能中，我们点下去。组合新的经典球员，确定要进行组合吗？拼看看。哇，中了一张金卡，可惜啦，不是中到白金。好啦，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。如果喜欢影片的话，可以按个赞，然后按个订阅，也可以开个小铃铛，这样才可以收到及时的发片通知哦。谢谢大家收看，拜拜。